这个模块上面给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么 TenseRapt 这个模块呢，首先大家需要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将图片翻译成文字的这样一个 OCR 库。那么这里呢，将图片翻译成文字，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 OCR 又是什么意思呢？ OCR 呢是这样一个光学文字识别的这样一个缩写。那什么又是光学文字识别呢？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这里有张图片，我对这里截了个图，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有这项字，对不对？大家看到这里有红字还有黑字，它是在这个白底上面，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这个对比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呢，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色差呢，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把它给区分出来。它肯定是能够知道这里有些东西，因为它和背景色不一样。但是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可能不同的软件识别出来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如果一个程序中间它只能识别英文的话，它肯定是识别不了这些汉字的，对不对？相当于在它程序里面呢，是有很多各种形状的预定义字符的。比如说这个中文呢是这个样子，预定义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它中间是有些这些对应的。那么我们 TenseRapt 呢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它能够呢将这个图片上的所有文字呢把它识别出来，然后转换成对应的字符串。那具体这个软件该怎么安装呢？如果说我们在终端去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个 TenseRapt 跟 OCR 这样一个软件。虽然我们用的是 TenseRapt， 但是它安装这个，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给整错了哈。如果说我们想要在代码里面去用的话呢，我们需要使用这样一个叫做 PyTenseRapt 的这样一个模块。PyTenseRapt 这样模块呢，它其实实质上呢就是调用的是我们安装的 TenseRapt 的这样一个软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字，这样一段文字，我们使用 TenseRapt 来看一下，它把这样一个文字呢转换成什么样子了。那这个图片呢在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是图片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终端来尝试着识别一下下面这些文字。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把下面的 temp.txt 删掉，然后呢我们使用 TenseRapt 非常简单， TSSERACT，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片位置放在这个地方就好了，它就是 TSSER TenseRapt GPG。 然后呢我们不能直接回车，我们需要把这个内容呢保存在一个地方，那比如说我们保存在 TLT 里面去，或者保存在 test 里面去，回车，然后它就识别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里现在有一个 test.txt， 对不对？我们可以 cut 一下它，就是不是可以看到里面内容呀？我们看一下结果，然后对比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呀？发现有地方不一样吗？哪个地方呀？是不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呀？这地方是个引号，但是在我们图片上面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尖框，对不对？看见了吗？这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当然识别出来了还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效率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图片本身呢它是非常规范的规整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在里面，对不对？对于这种非常规范的图片呢， TenseRapt 识别出来其实确实非常简单和 easy。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这个样子的，有这样一个渐变色在里面，看见了吧？那有这样一个渐变色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要识别它的话呢，该会什么样子的呢？那我们把这个图片也放到后面，让它去识别一下。然后我们把它保存在 test 2里面去，回车。那 TenseRapt， 然后我们 cut 一下 test 2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再对比一下这个区别。是不是到后面这个地方位置开始都没识别出来呀？从这个地方开始都没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见后面这一块呢，这个阴影的效果呢逐渐加重，对不对？渐变的效果越来越厉害，所以它都没有识别出来。稍微有一些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 TenseRapt 都是做不到的，在默认情况下它是做不到，当然呢也是有办法可以让它识别出来的。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手动的告诉 TenseRapt 这每个字符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它当前的这个字符呢是 T， 这个字符呢是 H， 这个字符是 A， 这个是 T， 这个是 W。这样告诉他之后呢，他这个识别准确率呢会提高不少，但是这个过程呢也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需要把每个字符抠出来告诉我们 TenseRapt 每个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在我们的 HTML 课件上面是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讲 TenseRapt 呢？除了告诉大家像验证码这种图片的话呢，我们是有方式能够识别上面内容的，只不过有的地方呢我们用起来简单，有的东西呢用起来麻烦。
那比如说 TensorRect 呢，如果说我们要用它去识别图片上验证码的时候呢，肯定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验证码必不可免都会有各种弯曲、扭曲以及什么什么杂质在里面，对不对？要识别出来呢，可能我们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调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使用这样一个打码平台，那直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呢，大家也需要知道是有这样一个工具，对应它是可以做类似的事情的，只不过会麻烦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去工作之后呢，真的有一天我们需要来解决对应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查资料，然后呢再解决让它去识别这个图片上的文字的。当然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专门的去识别这个图片的话，其实大部分图片我们使用打码平台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来做到这个事情，而且打码平台呢也是非常便宜的，对吧？那么在代码里面，如果我们要用该怎么用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要 import pytensorrect， 然后呢我们要调用 pytensorrect 的 image to string 这个方法， image to string 就是把图片转换成文字，对不对？给它传上一个图片，但是这个图片呢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一个直接一个图片地址，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 pil 的 image open 之后的这样一个图片才能够识别上面的内容，经过 pil 的 image open 之后的图片。 pil 这个模块呢我们之前应该也用过，对不对？是不是用过呀？我们在之前讲验证码的时候是不是用过呀？我们尝试用一下这个模块，然后呢我们 from pil import pytensorrect import image 啊，然后呢还要 import 一下 pytensorrect，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把这个文件的位置翻过来，看一下它是哪个位置，它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对吧？然后对应的那个图片的全称我们也放过去，然后呢我们的使用 image 来 open 一下这样一个 file path， 然后呢这是 img， 我们可以 print 一下什么呢， pytensorrect 加 image to string， 然后把 img 传进去，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翻译之后的识别之后的结果和我们之前在终端里面识别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这个地方的错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说明什么呢，我们 pytensorrect 只是纯粹的调了一下 tensorrect 的那个模块而已。那可能有同学想，那如果说刚刚那个渐变色那个图片会是什么样子呢，对吧？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个渐变的不规范的图片会是什么样子，重新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也是和之前一样的效果呀？也是和之前一样，后面它也是都没有识别出来，结果呢是一模一样的。看一下这个地方 and sum and sum， 对不对？一模一样哈。所以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相当于只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介绍一下 TensorRect 这个模块。那具体的话呢，它是非常麻烦的。在我们 HTML 课件上面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是没有必要来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遇到验证码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打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但是大家也需要知道我们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那包括在后面积极学习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也会有讲关于图片识别具体可以怎么做，在积极学习里面也是有这个内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是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模块。